爸也想问一下，帮 我拉一下。新手奶爸，第一次喂小孩喝奶，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我很怕他受伤，所以我的身体其实蛮紧绷，很僵硬。我们刚刚已经差不多入住完了，然后宝宝已经在婴儿室了。我们想说，趁我们的房间还没有用乱之前，来跟大家稍微开箱一下。没错，然后这边这个房间的话是，他是说他一个晚上要12000，对不对？没错，他的原价是一晚上12000。好，所以呢，就来看看这个房间长怎样吧。来啦，我们进来了，这是我们的 VIP 月子中心房间。我们门一进来之后是一个小的玄关，然后映入眼帘的是我们的客厅，然后右手边的话就是我们的浴室。哇哦，马上进入浴室的部分。然后我讲一下他跟我们住的那个汉森的妇幼的病房是什么不一样。我们住的病房，它是进去之后就是一个马桶跟干湿分离，对，很小，它没有一个就是洗手台。然后我们这边是有的，一样的标配就是免治马桶跟这个换风机。因为坐月子妈妈就是不能吹到风嘛，所以他就建议我们洗澡前先开暖房，非常的明亮，然后很宽敞。重点是右边还有什么呢？右边就是一个干湿分离，我有一个，它就是一个干湿分离的淋浴的地方。你还想泡澡？拜托，我是想说给你泡的好不好？离开了浴室的空间之后，来到我们的这个小客厅的地方。它是我们的客厅。我们 VIP 房呢，它就是一个一房一厅的概念，然后它还会多送一个这个，哇，按摩组。这超赞的，我们刚刚一来已经秒做了。对，因为妮塔她的腿也水肿啊，所以说用这个要给她刚刚好。它是按脚的，然后上面那个是可以按背部的。没错，有个餐桌，然后有个茶，有两个茶几，沙发是 L 型的，我刚刚躺在那边睡觉。然后它这个客厅哦，它多了这个洗手台。这个洗手台的话，就是它除了让你洗碗之外，旁边还有一个饮水机，有热水跟凉水，还不错。然后旁边是一个消毒锅，因为我们之后会把宝宝接过来，就我们自己喂奶，所以也会需要消毒一些奶瓶啊什么的，所以这个空间也很重要，就可以放很多的杂物。他们这个茶几还有一些我们会需要用的东西，就是两个奶瓶嘛，然后这个是纸胶带，用来标记母乳用的，然后杯子啊跟这个喂母乳用的垫子，电动吸奶器，然后它还有敷一敷养肝茶，喝不够也可以去外面公共空间补，突然口渴了想喝茶。怎么你好像比我还享受啊？然后他这边还有一台电视，就是比较稍微小台一点点的，在客厅。对，在客厅。但是呢，我们走到我们的房间区，噔噔，他这边还有一个大电视。这是我们房间的大电视。这间 VIP 房啊，它最主要的主打，并不是说它有按摩设备，也是有啦。对，也是有啦。然后它还有就是主打说，他们会有个停车位，然后还会有这个大面采光。噔噔，自然光，对，然后坪数也比较大。可以给大家看一下，这就是台湾的特产啊，铁皮，顶到铁皮店真店。但是这边就是不会被挡住，光线很好。再来是我们的床，这个床是有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的，对，这两张单人床它都可以就自由的升降。它的床上面有放这个大象。这哪是大象，这是天鹅，它刚刚已经说是天鹅了。这个呢是浴巾，这个是毛巾，就大浴巾小浴巾。这边他们附的备品，然后还有一张小卡片， so sweet。这个是哺乳枕，喂宝宝喝母乳的时候，你可以把它跪这样子哦，当颈枕，然后小孩放着，然后用绳子把它绑着，吊着。这边就是一个化妆区的概念，化妆台打开。这边可以挂衣服，然后有一些备品，然后跟这边它还是有一个跟医院一样的这个小的冰箱，然后这边就是基本的电话啊，然后还有一些紧急按钮啊，什么电灯之类的。然后我觉得最棒、最棒、最棒的是它这边有这个开关，这个按钮可以直接开门。孕妇躺在床上如果不方便，我想要帮老公没有带房卡出去，我直接帮他按这个就可以开门。OK， 好了，大家，这就是我们的月子中心的房间，然后因为它这边还有很多那种什么团体课啊、付费的一些课程，我之后都会陆续体验再拍给大家看。好，那今天的房间介绍先到这边，晚点再继续记录。我们要准备来睡觉了。对，先睡个午觉。OK， 大家午安。他抱宝宝，他一样就是抱着脖子，一边抱脖子一边抱，就是屁股或是背的部分。好，这个是喂奶巾，在车下都有喂奶巾。好，然后我们就是这样子垫着，这边有30公分，直接这样子喂他。这样吗？对，然后你可以让他在奶嘴头再进去一点点。对对对对，可以。好喝吗？
样，所以直接帮直接泼他泼水在他身上是 OK。那如果家里啊旁边有那种宝宝的沐浴布，也可以搭配着用，因为有时候往上折这样子 OK 很简单。但因为他现在脐带还在，那我们让他保持干燥通风，所以往下折。嗨，大家。现在你好，他在喂小刚刚喝奶。行为中，你有拍到他吗？有，我拍到他。然后呢，刚刚一开始我们把小刚刚抱过来的时候啊，就发现说孩子哭，他都不想吃，原来是因为他饿扁扁。对。然后我们就我抱着他，然后我的手上有一种噗噗噗噗的感觉。然后我们就马上就是找护理师过来教我们怎么样洗屁屁、包尿布。然后现在他终于乖乖要喝奶奶了。没错。对。喝到要睡着了耶，我们现在呢要去接小蛋挞回来房间啊，不是戴口罩喂他喝奶奶，他现在已经肚子饿在哭了的样子。饿了，你怎么饿到在吃罩子了？走。你看他嘴巴，小吃货呢吼，奶瓶都吸得很紧。他要找你奶头是不是？爸爸也想问一下，帮我拉一下。新手奶爸，第一次喂小孩喝奶，怎么样？什么感觉？我很怕他受伤，所以我的身体其实蛮紧绷，很僵硬。我好痒，帮我刷个脸。在哪里？是不是？靠近鼻子那边。新手爸妈的通病都是都很怕小孩子受伤，觉得小朋友很脆弱。好喝吗？好不好喝？你的脚丫为什么要这么用力？我们家小蛋挞是个吃货，是吗？每个护士都这样讲。对，真的每一个护士都这样讲，而且他就是很准时，他四个小时饿了他就哭。累了，休息一下是不是？最后一口，就是喝光光了，努力加油。拍嗝，宝宝看起来一点就不会拍的样子，你的脸变成肉包子了。宝宝的胸肌好躺吗？多少女生想躺躺得到？应该不太好躺。